老人家您好，我是陈德，一个出家人，您的孙女啊非常孝顺，她找到陈德，告诉我，老人家您正处在人生啊最关键的阶段，您的孙女也告诉我。您是一位很有人生阅历，很有成就，对国家社会很有贡献，又非常善良的长者，他非常非常的爱您，所以找到陈德，让我跟您聊聊天。那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像您这样的老人家，都是非常有智慧，那陈德不才啊，不敢在您面前呢造次，但您现在面临一个人生的大关，而我们的祖先。古圣先贤，包含佛教的教主，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都是教导我们呢，人呢是不会死的，人有灵魂，是会永远存在，坏掉的只是这一个肉体，就如孔子在《易经》里面呢，也是提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所以人是有灵魂的，这个身体呀，毕竟是工具呀，总有一天会坏，所谓生命结束啊，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了，事实上啊不是这样的，而仅仅是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这个已经不好用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还会有一个新的旅程呢，要开始，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说的20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假如又投胎啊做人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祖先呢对人生真实情况有智慧的认识，而最后啊这个阶段，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我们未来的旅程呢是不是顺利吉祥平安快乐，都是由我们最后一段时间的心念呢决定的。那老人家您的孙女您的女儿亲人们呢都非常爱您，非常关心您未来的去向，所以您所做的抉择就非常重要，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在3000年前呢就关注到这个问题，而且呢给后人指出了一条最好最好的道路，那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陈德所了解的是
确确实实啊，这3000年来有很多的人啊，都是有记载的啊，依照佛陀的教法，成功的往生到啊西方极乐世界。而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啊，名叫呢阿弥陀佛。他在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发了48大愿。而这48大愿，他都尽全力的去落实。所以发完愿呢，他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呢落实完了啊，成就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他48愿里面呢，其中有一愿就说到啊，有人临命终时啊，如果愿意称念他的名字阿弥陀佛，哪怕只有10句，他一定啊会去接这个临终的人啊，去到啊极乐世界啊，不让他去不好的地方受苦受罪啊。阿弥陀佛真的很慈悲啊，那个慈悲啊，不输给我们的父母，一心啊就希望我们不要受苦。所以我们真的相信啊，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啊，真的发愿要求生啊，他的愿里面告诉我们啊，哪怕只有临终啊念10念，他都要来接。而且啊，他的愿实现了，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建成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一个愿呢啊，真实不虚啊，只要我们肯念，他一定来接了。好，那这样的事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好，可是自古以来啊，已经有很多有智慧啊，接受佛陀教法临终念佛的人呢，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而且啊，他们往生之后啊，还透过托梦啊回来告诉他们的亲人啊，甚至于都有让亲人呢看到极乐世界美丽庄严的景象啊。而且极乐世界啊，不但风景很漂亮啊，还有啊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做我们的邻居啊，特别平静美好啊，没有丝毫的痛苦，没有任何烦恼啊，没有风雨啊，没有饥饿战争啊，没有啊夏天很热冬天很冷都没有啊，每一个人都是很健康很快乐，而且啊寿命呢无量啊，不会再死了。所以你往生呢啊，那就比现在更加健康快乐自由自在，没有烦恼啊，而且不会再受死亡的痛苦了啊，也绝对啊不会再生病了。那想要去极乐世界的话，那就要
依靠啊您在这一段时间啊好好的念佛啊，当然呢能念越多啊越好啊，只要我们真相信真肯发愿啊，这每一声念出来啊，阿弥陀佛那边呢都能感应到。好，所以我们呢能够恳切的来念佛真信切愿愿意去不怀疑。那每一声呢阿弥陀佛都能感觉得到。那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以后您的子孙呢也要面对生死那您对他们非常的爱护所以您真相信真愿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你就给他们呢做了最好的榜样了你真的去了极乐世界然后再回来托梦给他们让他们升起信心为你放心为你高兴等您的亲人他们临命终的时候也都很有信心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们到了极乐世界跟你呢就永永远远呢团聚不会分开而且你们会一起跟着阿弥陀佛去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了哇那个是最好的结局了那承德知道您是一位很有智慧很有远见又很有人生阅历又非常善良的老人承德所讲的相信您一定可以体会可以明白那么呢就一定要每天和您的孙女您的孩子们亲人们一起安心念佛等待阿弥陀佛带您去极乐世界不要再受这个世间的生老病死种种的痛苦了您看好吗那承德也陪您念一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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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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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老人家祝福你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再受任何痛苦能真正了脱生死轮回能真正的得到无量寿能真正的跟着阿弥陀佛一起广度一切苦难的众生阿弥陀佛。